好，那各位准备好，我们要看下一招了哈。这谁啊？哇，很可爱啊！这很可爱啊！是你的？没有，刚才被 S 攻击很厉害。不是因为刘小艺以你那么会做表情的人，你是不是觉得他表情摆错？有一点点，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很可爱跟很惊喜，现在是很惊恐。对，然后是僵硬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对对对对。然后配那个口红颜色，他可能那时候很年轻。不是因为那个年代真的非常李玟非常的红，是小鬼当家的那个画面。然后没有，我是学他专辑里面的那个一个造型，太李玟的一张照片，对。就是头发啊什么的，跟表情全部都是学他的，对啊。可是他眼睛变很大，有点像林心如哎，也像林心如。可是他的眼睛不能是这么僵硬的，他的眼神是要可爱一点，微笑的感觉。所以你可以示范正确，正确应该呈现出来。你说那个感觉吗？我就想这样，应该是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对，你的比较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应该类似这样子的，不是那时候学生感觉你嘴里有含一个什么很大的东西，没有，他就是狸猫看到狐狸。